Zixuan is a Cabernet Sauvignon from France, and this one is the Lynch Barges from the Corac region. I just ask you now to hold your glass up to the light, give it a good swirl around. You notice that it's a very dark red colour, and it gets its colour from the red wine skins. So the juice stays on the wine, the skins, for about 2 or 3 days, and it'll get its colour from that. Very dark, this is a good version. You'll also notice that the wine is sticking to the side of the glass.珊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我有很伟大的多跑了200米呢，这就相当于消耗了500大卡哟。每个成人每天都需要消耗2000卡才不会发胖。我今天早上晨跑就干到2000卡，所以我今天吃什么都不会发胖喽。不发胖的东西也包括进食吗？杜珊，我记得你好像是刚出院吧？ 病刚好就来学校，要是我早就回家休息去了。哎、当然了，今天是艺昕生日啊，不是下周吗？当然不是啦，瞅你，艺昕，亲爱的，Tony， Happy Birthday，Thank you。一年二十，明年十八，越过越美丽，越过越年轻。谢谢你，小夏。Happy Birthday， 亲爱的。谢谢杜珊。 Oh no！ 生日快乐，一心限量版，单瓶子。谢谢蛋壳，你们真好，改天一定请你们吃大餐。啊，
今天晚上不趴啊？今天晚上不行了，有宴会。不去了，好吧？爸爸安排的。可是过个生日都得跟大人过，太无聊了吧？哎呀，算了，没准是人家爸爸给精心安排的生日惊喜呢。 只是他不动那根弦儿，我觉得咱们就应该顺水推舟，趁这次生日送他一个男朋友。那也得一心喜欢才行呀，咱们哪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啊？看我干嘛？都看我干嘛？哦，那我喜欢什么类型就给一心定什么类型了。我喜欢高大、英俊、幽默、阳光的男生，就这种类型。 反正过生日这种事儿我也不在行，就看你们的吧。我先去订酒吧准备 party， 然后你们两个负责给一心找男朋友，然后晚上10点见，白马王子啊，走了，拜拜。白马王子，骑驴的行不行啊？第一组开始。我们是篮球6人组。 咱们学校都是一群歪瓜裂枣嘞，那些长得帅的、有才的，还得是正常的，人家肯定都有女朋友了，谁还会来咱们这面试啊？ 又一枚黑马王子，快去拦住他！等一下啊，帅哥，我疯了！天哪，亲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愿意当我们学校最美丽、最尊贵的公主的男朋友吗？你说是你啊？哎呦，不是啦，他说的是我们的闺蜜，她人特好，特美，特善良。我就是个送快递的。 哎，那哥们比我合适。帅哥，等一下！哎，小轩，一心，我叫你来参加这个晚宴，不是让你来玩的。我是想告诉大家，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小女孩了，你已经是一个。 可以肩负重任的成年人，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，要学会顾全大局。你以后要走的路，我都会为你安排好。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周总，一心，还记得周叔叔吗？记得呀。周叔叔好，周太太好。哎呀，一心好久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。 哎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记得上次见一心的时候还是个扎马尔辫的小姑娘，蹦来蹦去，才这么高啊！一心啊，快毕业了吧？嗯，还有一年。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啊？继续出国深造？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。<笑>没有请柬不让进的，哇！你看那些保安，好像很严啊。怎么办啊？要不乔小轩。 你去用一下，还2000起买，什么2000起？根本都不是我的。哎，行，快去吧，快去。对不起，请出示您的请柬。帅哥，那里面是我闺蜜的生日 party。
会是他老爸帮他办的。我们呢，在外面也帮他办了一个 party， 而且他的男朋友呢，抱着蛋糕已经等了他4个小时了。你不忍心看着这么一对有情人就这样在大好的日子里分开吧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其实我也单身呢。要不然明天下午你下班的时候我来接你去吃饭。嗯，那你让我进去好吗？你看你长得那么帅，你怎么谢谢你啊。我希望自己能够顺利的毕业，然后在公司里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位，和各位前辈们学习，早日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成功的人。哎呀，一心真懂事儿，长大了。是啊，都可以撑得住台面了，像模像样的。是啊。在过去的22年里，无论是生日宴会还是公司聚会，只要是爸爸的社交场合，我都要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段台词。在别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我却只能枯燥地行驶在爸爸安排好的轨迹上，而我自己的梦想也许只能成为梦想了。姑娘，我们明天下午6点下班，不见不散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我说怎么就两根蜡烛啊？一心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找着两根蜡烛，要不你就凑合整数吧。没关系，挺好的。许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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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愿。我希望能在生日这一天看到一场雪。可是现在是夏天啊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被冤死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年生日，我妈妈带我去了澳洲，南半球正好是冬天，她还陪我打了一场雪仗呢。整个广场上只有我们两个人，真的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啊。哎呀，快吹蜡烛吧。嗯。
是我爱的女孩，最爱的女孩，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。你那白的裙摆，那黑的刘海，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。当时一米也一样美，一样期待，却等不到后来，只等你从头再来。Oh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。谢谢。一心你好，我叫朗朗。你好。生日快乐，我觉得你今天很美。谢谢。其实我们两个是一个级的，而且很多课都在一起上，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。谢谢。是吗？对啊，而且今天又来参加你的生日会，我感觉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叫做缘分的东西。但你知道我今天来太仓促了，所以没有准备生日礼物，所以这样，你惩罚我。不用了，真的没关系。怎么能不用？一心，你的生日我没有带礼物，是我的错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惩罚我。没关系的。惩罚我。不用了，我要去跳舞。那我也去。要不你搭我的车？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是打车走吧。这不是我的车，我是代驾，这是他的。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你们俩相处得怎么样？
相处的还是不错的，而且我觉得非常投缘，并且他刚才跟我跳舞了。那他答应做你女朋友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问呢，他不就没了吗？呸呸呸，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没了？我看你肯定说什么话把他给惹生气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你们俩有的是时间，慢慢相处呗。慢慢相处。师傅，去哪儿啊？这。喂喂喂！生日快乐！谢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怎么样，师傅？来，先上车吧。来来，先上车啊！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要不我还是找人来接我吧。哎，师傅，咱们先上车好吧？来，师傅。儿啊，我对不起你呀！啊？儿啊！我没带手机。我一会儿送你回家。老婆，我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别哭了，咱们先上车回家好吗？我不是故意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真的好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来，让你儿子扶着你，咱们回家好吗？走，老爸，回家再说好不好？啊。喂喂，喂，您好，陈叔叔。我是杜山，一心的同学，您还记得吧？他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呢，所以，在我家啊。因为，喂，陈叔叔。我是一心的朋友蛋壳，那个刚是杜山，他最近刚出院，脑子有点不好使啊。我跟您说啊。我们学校新开了一堂红酒课，然后准备明天早上在杜山的酒庄家上。他们家离市区很远很远，所以我们就不想让一心一大早跑过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定。四哥住在他酒庄里。爸，爸，来，叫啊，叫，叫老公啊。爸，爸，叫老公。哎呀，老公，快回家。哎，那好吧，既然是红酒课，我也想听听。明天早上我过来。过来！哈哈，我又长高喽，可以飞了！啊，好高哦！怎么办？骗到底吧！他人呢？怎么办？课怎么办？你给老师打电话，你去给同学打电话。全都安排到你家酒庄，我们现在去一心楼下等。这下可骗大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。咱们还是走错路了吧？他都睡着了，要不我们下去看看吧。
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21岁的第一天是这么开始的。我也从来没在这座城市里见过这么特别的地方。我也没见过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，好美啊！行了，哪有你说那么惨啊？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做了一个梦。你还有功夫做梦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快走！杜山酒庄，我们得赶到你爸来之前就到。难道只是一场梦？后来，为了让爸爸相信，我们只好来到杜山的酒庄，去上那堂蛋壳同学无中生有的红酒课。回想着昨晚到底是不是一场梦。那就是我的玻璃城堡。Thank you.
好，就这样。那把昨天晚上的账结一下。结账？结什么账？我还没找你赔偿损失呢。昨天晚上你耽误了一晚上的时间，我要投诉你。你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我问你去哪儿，你也没反应。你还有理了？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This one is a Cabernet Sauvignon from France, and this one is the Lynch Barges from the Corlac region. I just ask you now to hold your glass up to the light, give it a good swirl around. You notice that it's a very dark red color, and it gets its color from the red wine skins. So the juice stays on the wine, the skins, for about 2 or 3 days.我醒了，被一种不知名的喜悦唤醒。这喜悦陌生而又令人兴奋，让我眼前的世界完全变成了新的，充满了期待冲动。这仅仅是一场梦吗？或许这正是我的世界的开始。老王，老王，回来！老王，算了。哎，小姐，算了。吓跑了。那你先走吧，晚上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这画的是谁呀？啊，没谁，就是我在路上遇见一个人。嗯，哎，乔小轩和蛋壳怎么还不来呀？都要上课了。才跑了不到1公里，就累成这样。我都跑1公里了，哇塞！那个，要不你记下我电话，我还得去上学呢。
不用了，你告诉我他是谁。流氓！流氓！救命！喂喂喂！你干嘛呀你？我把手放来跟你好好说话，别喊了。我把手放下来跟你好好说话，好吧？说吧，你为什么要非礼我？非礼你？你不看看你自己哪个流氓敢非礼？你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就想知道，告诉我他是谁。那我也有权保持沉默。好。我道歉，刚才是我不对。那换上吧。你还说你不是耍流氓？脱。大可。喂，喂。哎，我们在这儿呢，小轩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大清早的，这是跑了多少呀？哎，慢点喝，慢点喝，别着急。啊，幸亏我跑得快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我遇到一个送快递的，一路追着我，我还要扒我衣服呢。扒你衣服？啊，他不但他要扒我衣服，他还把自己衣服给脱了呢。啊，对对对，他还跟我打听你的名字跟电话呢。我？啊，他就这样。哎，这姑娘叫什么？电话号码多少？我死活都不会告诉她的。这些钱呢？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。除了钱你还知道些什么呀？我凭什么就该养着你？你现在已经成年了，我让你赖在这里就已经不错了。神就像红酒般深邃，你的心灵就像葡萄上的露珠般纯洁，葡萄上的露珠般纯洁。你的灵魂就像你的灵魂就像你的灵魂就像就像。哦，就像这份礼物般珍贵。我最讨厌有人在我文思如泉涌的时候打断我。礼物快递啊。礼物般珍贵。哎，同学，不是这酒你不能喝，这是上课。管得着吗？闭嘴！不是你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喝水吧。哎，别喝了！你怎么了？离家出走。你送快递的啊？来。这个礼物今天一定送到。轻一点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安全第一。这是地址，顺风路，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它是有生命的。感受 ，feeling。去吧，速度很重要，快。嗯，好。安全第一啊！知道了。妹，
们，今天我们给大家主要讲一下酒的基本知识。我们现在把酒杯横过来，看看酒的颜色是什么颜色。然后呢，现在大家可以闻一闻酒的味道，还可以摇晃一下酒杯，看看这个酒的挂杯度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陈一新小姐在这儿吗？旁边这个酒啊，产自法国波尔多产区。陈一新小姐，麻烦收下包裹。哎，来了。早熟且产量比较大，和赤霞珠比起来呀，味道重。